这次是我第四次参加全国党代会了，今天依然非常的激动，真的是感慨万千。这十五年来，在这种发展的大潮中，是一个参与者和见证者，我看到了我们整个中国农村的变化，特别是看到我们贵州的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。我作为一个基层代表，我真的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，希望二十大再给我们农村带来更好的消息。